嗨，我是焦凡凡，今天是3月31，也就是关晓雯的生日，30岁哦。然后我们现在在关晓雯的工作室，我们现在装不紧张。现在其实时间已经到了7:03，所以其实再过不到2个小时，我们的 MV 就要首播在你的频道。真的很紧张，但是我们现在要装没事，所以呢，我们买了一堆就是火锅料，两个人买了2000多，不确定等下会不会有其他朋友，我们就看有没有要来了。反正就是小聚会啦，我们就约了3个 YouTuber， 燕婷、巨人小黄还有小黄鸡。还有一个就是那种饶舌歌手，大家小家庭聚会这样。唱错人了，你唱成高尔宣的歌啦，是怕孤单放我。好，反正呢，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准备火锅料。Yes. 我们要准备泡菜锅跟麻辣锅，然后我们就是要装糗，我们要假装在他的工作室很放松的做菜，然后看首播，但其实心跳砰跳出来。那我们现在先来做菜， Go. 好不好 ？Go， 现在先做泡菜锅。其实在家啊，只要把水煮滚，加一大锅泡菜就会变泡菜锅。现在就只有水跟泡菜在煮，然后等一下加一些料，就会是很好吃的泡菜锅。另外一锅是麻辣锅。这锅子看起来有点厉害，不是锅子厉害，就是它会整个升降起来。我现在没办法示范，而且你示范搞得好像我们在业配这个一样，这明明就是你自己买的。但我觉得这个颜色好好看哦。所以就是我们等一下如果煮肉或者是菜上去，然后你不想要捞，大家会口水挤在一起的话，就可以这样夹，然后夹完之后它就会再下去的。可是因为它上面有时候会有卡卡，你就稍微帮它压一下就会下去。来偷偷 run tour 一下，你看它的客厅有多美。然后这是我们的小厨房，以后可能会常在这里跟大家见面，死不在家里煮饭拍片，一直来关晓雯工作室玩。那我们现在先来试喝看看泡菜汤有没有够味好了。嗯，水太多了，辣很够劲，加一点点醋提酸。加一点盐跟醋，就可以中和它的味道。发生什么事？我们煮饭煮到一半，就是因为刚刚煮到一半的时候，地上都是红红的水，我想说怎么了？我整个傻眼哎！结果这个下面大漏水，就是那个水管破掉了。我下面放了超多这种垃圾袋，什么现在全部都是泡菜味。好，我现在跟你讲为什么会这样，就是因为刚刚水太烫，然后因为你的水管是塑胶水管，不是像别人的像钢铁的。对对对，我不是第一次发生，因为我自己住外面很多次，我遇过。可是我之前是更严重，我是整个热腾腾的粥，你知道是谁帮我解决吗？谁？就是我爸。然后我刚刚就立马打给我爸，我就跟我爸说关晓雯现在也发生这个问题，结果我爸现在居然跟我说他要赶来，他是你的救命恩人呢。他刚刚说这是我最好的生日礼物。我先传给我爸。然后现在燕婷跟巨人已经到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来门口迎接他们。看到关晓雯新工作室的反应，欢迎光临小黄金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我们刚刚发生了一些小意外，他在睡觉，他刚刚打呼噜，小黄金在大睡特睡。天哪，不知不觉就到了9点了，哎，吃饱喝足了吧？好紧张哦，大家。起来，是不是要直播了？大声一点。而且大家都没听过，我说在网络上应该是。对啊，整首没有人听过。曾经欢笑的人，现在有700多人。曾经陪我哭的人却还在身旁。你灿烂的微笑像眼里的火光，当我被黑暗包围时显得最亮。With you the sun is shining 24/7 cause when we're together it
feels like we're in heaven. If it will get dark, you'll be my million stars. I know I can lean on you. Ooh, you catch me like a leaf falling from a tree. If I be a shooting star, you make a wish. No, I don't fake this kind of feeling. Never felt so real. My heart is on the table, cause you're my everything. I do not do it.小黄青，小黄青太俏了吧！关青青，断音脚来的。要了要要等什么？结束了！哦，真好看，大家好像蛮喜欢的。耶！怎么觉得时间过特别快？啊、我们等了好几个小时，三分钟就没了。好听吗，晶晶？喜欢吗？应该好听吗？喜欢哦。好啦，今天完美 ending， 大家再见，就在这幸福的画面，拜拜！一加一大于二，大家拜拜！喜欢影片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小黄金，小黄金，跟大家拜拜，拜拜。因为我们现在要准备吃火锅，就发生了 一连串的意外，所以你现在要来当我们的救命恩人。好，我现在传地址给你，拜。那么热的接受我？对啊，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单曲热腾腾，所以我们要煮火锅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拜拜。啊，你讲话。他在跟你说，晶晶，他是colorful。他在跟你说。要看首播了，晶晶，他现在 colorful 对不对？吓到了吧？